这什么感觉？我没死。夏雨冰，这个世界是画本的世界，沙漏里的沙子就是你的性格。那我这还能活多久啊？你随时会面临着死亡的危险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当务之急就是你赶紧去赚钱。打击。如果说你的故事够精彩，就能保住你的小命，还能改变这个世界。只有事业，才不会离开我。姑娘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真心求娶。成亲是要两个人两情相悦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生米煮成熟饭。李玄子呀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长得还挺好看的嘛？别再作了，你的命就剩下最后一条了。为什么非要嫁给徐子言？真心相爱嘛，这辈子都得跟我在一起，听明白了没？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假的，早就该死不死了。我好像快死了，你要好好活着。我们的婚约还在，我不允许你死，一定不能死。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的，但我和雨冰之间的爱是真的。